这个古书上说这个，在古代的时候有那个规矩是刑不上大夫，说这种刑，古人讲的刑都是指这个肉刑啊，这种残酷的这个肉刑，破坏身体一部分。说这种刑啊，一般是什么？刑不上大夫，就是大夫，就贵族啊，就不能够用这种刑去对付他们啊，因为他们身份高贵啊，只有普通老百姓可以用这个五刑去对付。那么贵族犯了罪是吧？也有其他的处理的办法，但是不能用就是这种这个残酷的刑法去砍他的腿啊，割他的鼻子，是吧？那么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来看呢，是吧？也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什么呢？古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从这个《左传》里面看到的是吧？明确的记载很多，是吧？例如说，这个讲这个《左传》，这个讲这个齐国，是吧？齐国有一个叫包迁，包迁这个人啊，这个犯了罪了，齐国就把他这个腿给脚给砍掉了，是吧？那么还有就说这个魏国说有一个贵族叫曾庄子，是吧？他也是受了这个越刑，还有像郑国有个强族，是吧？也是受这个越刑，就是砍了脚。那么这个强族，跟这个曾庄子是吧？他们都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官吏贵族是吧？而这些被这个砍掉脚或者割掉鼻子的是吧？他们这个身份都是比较高的，并非那个平民的身份所以这个《左传》里面也讲这个楚国，甚至南方的楚国也是这样的。说有一个叫这个玉泉的人，也是一个贵族吧，是吧？他这个自己啊，把自己的脚砍掉了自己砍掉了。这个后来这个楚人啊，就让他去干什么呢？去当这个看门，就是因为这个是吧，砍掉脚的人是吧，他应该是看门或者看园子啊，所以是这样。所以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什么呢？在春秋时期时候，我们说各个国家是吧，齐国也好，魏国也好，是吧，楚国也好，是吧，都有这种就是说受过刑的这个贵族，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古书上说的这个刑不上大夫，是吧？我们说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说法不正确，是吧？当时并非如此，是吧？就是这个贵族也照样也应该也要这个受到这个，像这种这个肉刑的这个惩罚的，是吧？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贵族就可以免除这种刑罚。那么除了这个五刑以外呢，还有就其他的刑还有呢，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流放，把一个人就把你放在这个很远的地方去，是放在很荒凉的地方，是吧？就是这个后来的所谓这个充军，发配，把这个是吧？像这个清朝是吧？这个例如说，发配到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是吧？发配到什么黑龙江是吧？这个地方很远的地方，也叫充军嘛。充军发配是到远地方。那么这个我们说这种刑法很古老，这个古代就有是吧？这个春秋时候所以也有不少这方面有关的记载。例如说这个《左传》里面讲这个齐国有个贵族叫子雅，子雅就放卢仆弼于北燕，说这个齐国的这个子雅这个人，就把另外一个人叫这个卢仆弼的这个人啊，就把他这个充军到流放到这个北燕去。北燕因为是这样，就是当时这个齐国的北面就是这个燕，就是今天这个河北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部这个古代是燕国的就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去就这个，因为齐国在山东，就山东以外的地方，把它流放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晋国就是把他这个大夫西贾傅，是吧？这个人啊，把他流放到哪儿？流放到魏国那么也就从这个山西啊，把他这个发配到这个河南去了，今天的河南。这是什么流放刑还有就是什么？即墨刑，就是这个，用现代话是就抄家吧，是吧？抄家或者是这个，古人是这样子，抄家不仅那个财产，而且把人也给抄了，是吧？所以像这个《左传》昭公3年就说这个晋国是吧，
这个大贵族像这个栾氏、奚氏，是吧？这一贵族后来什么呢？因为犯了罪了，所以后来他都变成那个很低贱的这个一种这个人群啊，那就说明这个他就是这个犯了这种这个抄家即墨的这种刑罚啊。这个贵僚跟官主是吧？贵僚跟这个不是官僚跟贵族有了罪以后啊，也还有一种别的办法呢，来可以这个赎罪的啊。怎么个赎法呢？就花钱，花钱。那么，例如说这个国语上就讲这个，说是他这个赎这个罪也很特别的，说这个你要犯了重罪啊，拿什么来赎呢？你就拿一个甲，拿一副这个甲，这个皮的这个，就打仗时候这个穿在身上那个铠甲，皮的，皮做的，说拿这个一副啊，可以这个赎这个重罪。要是轻罪，拿什么呢？拿一个盾牌，就是打仗时候用的盾牌。那也就是说，这个两种也是很特殊的在啊，就用这个武器，你用这个两个武器可以这个是吧？可以这个赎这个罪。当然，这个是比以前这两种都是比较大概比较重的罪，所以要需要一副甲或者一个盾，还有比较是小的罪、轻的罪，那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金分，金分什么呢？金就铜了，是吧？就是给这个官府一定数量的一个铜块是吧？铜块，这样也给这个赎这种小罪。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古代是吧，它是有这种赎罪的办法的，是吧？用这个是吧，用这个钱财吧，来这个赎罪。这个春秋时期，它还没有这个成文法典啊。但这个随着这个社会这个矛盾加深，所以后来这个也出现了很多这个法典，像这个郑国就做这个刑书。晋国铸刑鼎，他这个目的都是让这个，就是让老百姓呢，了解这个刑法这个内容。那这个我们说也很重要，因为它有一个，它起一个预防的作用，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都成了法盲，不行了，就先要这个是吧，让大家知道是吧，犯什么样的罪，受什么样的刑罚，所以这样的目的可以这个减少这个社会这个犯罪。所以说，当时就是这个到春秋末，这个成文法就慢慢就多起来了啊。这也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当然，这一种新事物出现的时候，是吧？它有时候会遭到有些人的反对。像这个春秋末啊，这个出现很多这个成文法典啊，但有很多人这个那个思想比较旧的人，他就这个适应不了。他觉得这个是吧？这个过去没有，那么现在有了，说这个不行，还是过去没有这个比较好，所以他这个那种一种保守的一种看法，所以他们就认为什么呢？说你这样以后什么呢？这个老百姓什么就不怕这个贵族了，不怕这个官吏了，他把眼睛什么盯在那个成文法典上去了，是吧？去看法律条文去了，是吧？所以这样这个贵族这个是吧？他这个威势就缩小了，是吧？所以这个当时就是我们说在新旧这个变化当中，说有些人这个他是有比较旧的眼光啊。第九个小题目就说一下关于这个人有十等啊，人有十等。我们在这个春秋时候是吧，它是一个分阶层的是吧，这样一个社会。当然，这样就是说，这个一个社会分作这个不同的这个阶层，是吧？当然，它有高低，有，是吧？那么，社会上层就是不同等级的这个大小的贵族，是吧？那么，这个贵族他们是享有这个特权的一个阶层，是吧？而且还是世世代代的，不光是这个一代，是吧？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这个特权权利，是吧？那么，在这个贵族下面呢，就主要是平民。那么，这个平民呢，
这个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就平民就一种，不是。这个平民里面也有差异，就有这个用现在话说，应该说是有这个有比较这个高级一点的平民，也有这个低级低下的一些平民，它不一样。所以我们前面也说这个，例如说这个居住在国中的是吧，这就叫众或者国人或者是庶人。那么这部分人用现代话说就属于这个全权的公民，公民。那么他们可以这个是吧？权利方面享有的权利是什么呢？例如说他们可以这个服兵役，可以拿些武器去打仗，这是一种这个也一种这个权利了。还有议政，可以这个对这个政治是吧？可以这个发表意见，批评这个政治。我们说这个两种在古代来说也作为一个贵族，我们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两种权利，是吧？他可以打仗，是吧？可以议政，可以评论这个政治。我们说当时这个都是比较低下的老百姓，一般就没有这种权利，这个就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当时是分这个国野。这个野里面的这个平民啊，叫做野人，他们在这个权利方面，就是要比起那个国人，就住在这个城圈附近的这个就要低一等，要低一些，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野人是吧？这过去有一书上说这个野人好像都是奴隶，我们说这个不对。我们说这个野人呢，他那个权利方面，他的身份这个地位，他是不如这个国人，但是呢。他绝不是这个奴隶，他还是一种这个是吧？公民，不过他这就是他的享受这个权利比这个那种全权的公民要少一些，就是他在公民里面也就属于这个，属于这个等级比较低的吧，低的一等啊，所以他还是自由民啊，也是公民。那么比这个民低的也还有好几种人。那么这个《左传》这个昭公七年里面讲说这个天有时日，人有时等。他这个话就表示说，这个人好像跟这个天一样的，好像都是自然生成的嘛，是吧？是天有时日，是吧？天啊有这个，古人讲的时日就是这个，十天是吧？因为古人讲这个一个月有三个旬嘛。他的十天一转是吧？转3转了就一个月十天，所以天分这个时，那人有时等，说这个人呢也有一样跟天一样，天分十个日是吧？人呢就分10个等级十个等级是吧？那么据这种这个说法，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左传里面讲这个，这种这个不同的等级的人是吧？他们互相之间是吧？有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臣属的关系，或者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啊。所以就说明这个不仅有很多这个社会上这个人不同那个是吧？他这个地位，而且他这个权利也不一样是吧？而且还有这个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啊。所以他就说什么呢？左传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那就是说这个王啊，就周天子是吧？下面就是什么？是这个国君，国君是他的臣子，是他的臣是吧？公臣大夫，公是叫什么？就是这个列国的国君，国君什么？他下面有什么？有大夫，贵族了，也是贵族了是吧？这部分贵族什么？他是这个臣服于这个，就是这个君主的国君的大夫、臣士。那么大夫这个贵族什么？他下面也有是谁呢？就那个士是贵族里面最小的一等最低的一等。那么士下面什么呢？还有士臣灶，灶就是我们现在那个肥皂的皂，皂是一种比较低等的这个人群灶臣禹。禹臣吏，吏就奴隶的吏啊，吏臣僚，
聊城仆，仆就仆人的仆，仆城台，底下是马有舆，牛有牧，那么底下就是说什么呢？就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他就讲这个士了，是吧？士，他下面比他低的就是赵立啊。这个赵立，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一直以来啊，就是把这个就是比较这个社会上一个比较这个低贱人称之为这个赵立，是吧？所以这个过去像这个清朝、明清时期，是吧？这个衙门里头那种行刑手，就打板子的人，他都称之为赵立啊，就说明那个地位是就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就是在明清时候也是这样子，是吧？这个在这个衙门里面干这个活的人，那个一般老百姓都瞧不大起的，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低贱的人群，是吧？这个赵立啊，这个赵成舆，赵的下面还有什么叫舆？舆就是这个一般也种这个平民的，但这个我们现在就不太清楚，这种平民他身份比较低，是吧？怎么个低法现在不太清楚，是吧？还有呢，舆成吏，这个比这个舆更低的就是这个吏，就是奴隶的吏，是吧？吏啊，成僚，吏的下面就是僚，就官僚的僚，僚在古代也是这么这个官僚，我们说那是很高的一个这种这个身份人。但是我们说古人这个讲这个僚，确实那是很低的、很低贱的人才叫僚。僚成仆，仆就是仆人了。现在我们说的仆人，这个僚啊，比这个仆人还高一点，比这个仆还高一点啊。仆成台，是吧？马有舆，牛有牧。那个放马的人，他单有种名称。放牛人也单有种名称，就是这种人都是比较身份低的，是吧？放牛放马，但是呢，我们要值得注意什么？我们说这个十种人，是吧？我们看来是好像很低，但是我们现在要把它解释成说是一种奴隶这样的人，不对，不是。这个十种人啊，基本上还是要比奴隶高，应该说还是一种这个普通的平民，但他那个因为说我们说这个古代跟现在不一样，他有时候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这个不同的职业，对不对？你在社会上，你这个社会地位他就有高低。就像我刚才讲的，衙门里头，你的干什么活的人都有，哎，但是你拿板子打人的这部分人什么，哎，他那个社会地位就特别低，人家瞧不起他，是吧？所以他这个是职业，哎，所以在这个春秋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虽然说这个。有这个不同这个等级分得那么细，这个里面有很多是它就是职业，因为你是放牛放马，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就看不起的一种这个一种行为，一种职业了，是吧？所以总的来说，因为它这个十种啊还不是这个奴隶，所以它叫天有时人有时等嘛。因为我们说这个古人是这样的，古代人这个理念是这样的，这个奴隶它不算人，奴隶跟这个畜生是划等号的。那么既然讲人有十等，就这个都是人，哎，还承认他都是人，对不对？所以他前提是人，所以我们说这个十种人，所以还不是非常低的人，绝不是奴隶，就是吧？这个以前过去我们解释这个时候也有这个产生过误解，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赵啊、立啊什么，这些好像都是奴隶，实际上不是。他前面已经说了，人呢，人又是等了，对不对？他的前提他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这个奴隶，奴隶就不是人，在古人说。那古人这个把这个奴隶跟这个牲口划等号了，这个奴隶就是跟牲口一样，那根本他不是人了嘛，对不对？他牲畜了，所以这个前面讲的都是人。那么这个几等人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吧？他这个地位是比较低贱的，是吧？但是他还不是这个奴隶，所以这点的话，应该这个明确的。